11月21号，据韩国媒体报道，金宇彬正式接了崔东勋导演执导电影的剧本《窃听》。该作品将于明年2月进行第一次拍摄，像《与神同行》一样同时拍摄12部。据悉，2017年金宇彬确定了出演崔东勋导演电影《窃听》，但突然诊断出鼻咽癌后中断了活动。电影方面则表示，希望金宇彬痊愈，并无限延期电影制作，当时解散了全部工作人员。金宇彬在2017年5月24号被确诊鼻咽癌而中断了所有活动。21号晚将作为颁奖嘉宾出席第40届青龙电影颁奖礼，这是他因健康原因中断活动两年半以来第一次亮相公开活动。金宇彬曾出演过《继承者们》《学校2013》《绅士的品格》《高手们》等人气影视剧。2017年5月金宇彬被确诊为鼻咽癌之后，因病暂停了演艺事业。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休整，金宇彬健康状况好转，大体恢复。